拉链是从侧面开的，哇，它里面这个绒，哇，好舒服呀。应该叫做什么？摇粒绒、珊瑚绒。然后这个地方应该是放数据线。哇，复工真的是很好。这个放数据线、移动充电器这个地方。这个它写的是中国制造的，嗯，还有官网。它这个拉链是 YKK 的，质量还是很好的。看一下，标志一类。Looks like you're changing and all, but why didn't you?